頭瘡，阿媽有冇暗瘡針啊？唔好亂接頭瘡啊，咁樣會令到毛囊受損噶。知道專家，咁不如你教下我啦。生頭瘡真係好痛噶，射波都射唔準噶。頭瘡的形成很多時都是因為油脂分泌旺盛、汗液或者沖洗得不乾淨而引發的，如果不保持衛生，真菌就會很容易分解皮膚上面的油脂，形成脂肪酸，令到頭皮發炎和甩皮的。不過要解決都不是很難的，記住要注意個人衛生，保持頭皮乾爽，做完運動出完汗就記得要沖水或者洗完頭才好睡覺啊。平時最好每兩三日就換一換枕頭套，每一星期就洗一洗個枕頭啦。保持以上習慣，頭瘡就會慢慢減少噶啦。咁等我洗翻個靚頭先。李彩玲天然秘製中草焗頭配方，適合所有男女老友。如果你好似片中嘅主角有頭髮問題，歡迎嚟揾我哋噶。我哋有頭髮專家提供一對一嘅諮詢服務，一定揾到最啱你嘅方法去修護你受損嘅秀髮噶。